準備。好，嚟一開閘，哎呀，嗰只飛輪閃耀咧就慢咗閘喎。前面快嘅馬咧見到飛天神驅啦，咁啊擺咗喺前面走啦，快過嗰只精神威添啊。外邊位置咧走咗上去第二位咧就嘉影之星啦，再見到第四位嘅馬藍白環間衫藍帽嗰匹咧就勇戰神驅嚟噶，後邊嗰三匹馬啦，內蘭多巴先生啦，中間超級軍團啊，咁啊望空咗喎，外邊嗰匹咧就勇猛神驅嚟噶，暫時留下嗰三匹馬分別有時時有餘，飛輪閃耀出閘慢咗響個尾子嘅位置。拖掌後面先是那隻象王嚟嘅，啱啱第一次過終點的時候前面就飛天神驅照板主碗啦，擺咗喺前面放噶啦，跟住喺第二位有嘉應之星啊，內欄第三是精神威啦，出邊勇猛神驅啊望空咗喺第四位啊，中檔第五位嘅馬係勇戰神驅，內欄第六位灰馬仲有多巴先生啊，後邊嘅四匹馬超級軍團啦，尾三紅眼罩係飛輪閃耀啊，尾二係時時有餘就黃衫嘅，暫時包尾咧都仲係嗰隻象王嚟噶。好啦，過千四米嘅段處啦，資訊上喐動都係冇噶啦，前面放頭嘅馬都仲係呢只飛天神驅啦，咁啊輕輕鬆鬆咁樣擠嚟個零身位嘅，嘉應之星就第二位，內欄第三係精神威啊，一路喺外邊喎，勇猛神驅啊，再見到中檔嘅第五位啦，就係呢只勇戰神驅啦，內欄第六位灰馬係多巴先生啦，後邊四隻超級軍團飛輪閃耀，黃衫尾子係時時有餘啊，暫時包尾依然都仲係嗰只象王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香港體育園灣啊，前面就飛天神驅仲係佔先嘅，勇猛神驅咧。咁啊，慢慢咧走咗上嚟呢個第二位啦，第三位嘅馬啦，內欄精神威啦，外邊咧就嘉應之星啦，中檔第五仲係勇戰神驅，慢慢攞咗出去噶啦，後邊嘅馬啦，多巴先生灰馬亦都攞咗出去生位啦，外邊冚超級軍團啦，最出仲係時時有餘啊，尾二紅眼罩就飛輪閃耀啊，象王好定咁啊，慢慢攞出去外邊嘅位置，大外檔衝噶啦，入精直路啦，前面嘉應之星就佔先咗噶啦，再見到後邊嘅馬多巴先生灰馬上緊嚟啊！中間有勇戰神驅，外邊上跟嚟仲有象王啊！兜到嚟最後200米，嘉應之星佔先，中檔有多巴先生，外邊象王嚓嚓聲上嚟啦！後邊嘅馬咧仲有勇戰神驅，最後100米，象王就已經係透出咗，埋邊嘉應之星咧纏住佢唔放喎，後邊咧仲有多巴先生壓軸一級賽冠軍，遮打杯得主象王第二名，嘉應之星第三名，多巴先生拋甩咗後邊噶啦，飛輪閃耀跑翻個第四啊！真係睇翻薛恩流放呢只馬做到真係一絕咁靚，等只馬安頓好個走勢先，由個包尾嘅位置，你哋入彎走，佢就慢慢攞出去大外檔，一路殺上嚟，結果掟甩野馬，跑第二名，嘉應之星，多巴先生第三，第四名，飛輪閃耀。薛恩三 win， 兼且捧走埋今屆渣打冠軍暨遮打杯。張王跑第二咧就嘉應之星，第三灰馬多巴先生，第四。入邊飛輪閃耀，好淡定喎、啊！早段薛恩，係啊，一路流啊。咁佢一向都淡定嘅、啊，好多時都係俾嗰只㗎啦。佢近期贏嗰啲馬，